真的吗？真的。喂，单女浩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？你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？倩云，我想见你。你还记得吗？在魔鬼天坑的时候，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你说一只青蛙找水喝，却只找到了一块石头，最后它就渴死了。但是它却不知道，掀开石头里面就有一个泉眼，下面就有源源不断的泉水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这个故事，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放弃，好吗？如果有一天，我变得一无所有了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就是有点不自信，我害怕自己会因为一无所有而失去你。笨蛋，在我爱上同浩的时候，他不仅一无所有，他还欠我8500块呢。不要总是皱着眉头，对吗？没事的时候多笑一笑，人生很难，但是不要忘记开心，可以吗？谢谢你，千羽。你记住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